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廷旭，欢迎大家收看家乐福的开箱鉴定团。主持人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今天的 One Pick， 欢迎 TUF Gaming FX504。我是来自华硕的 TUF Gaming 系列首款电竞笔记型电脑 FX504， 拥有钢石饰面搭配，还兼具 TUF 系列稳定效能跟持久耐用的核心本质啊，有个性的金属上盖实在超级显眼，四周角落各有两道金属折线，感觉就像是从中间 logo 散射出来，相当特别。TUF Gaming FX504 这台笔电绝对是一台让你有理质又有面子的电竞笔电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有的应该有处理器，1.8mm 按键集成以及0.25mm 键帽弧线的全尺寸键盘区，搭配红咚咚的显眼背光，还会让键帽上出现镂空的发光字母。FX504 正是能够满足您的一切需求的实惠选择，您的 One Pick。我觉得其实可以。这位是我的小老弟，我觉得只要正常发挥，肯定没问题。我还拥有 DTS Headphone X 技术，均可坐享家庭剧院等级的 7.1 声道环绕音效。凭什么？听听看吧。哇，这音效播放出来就像演唱会现场一样，我耳朵都怀孕了，我想帮你唱和。我的 One Pick， 哇哦！还有采用 HyperCore 双风扇散热技术，搭配自我清洁 ADC 专利系统以及自定风扇加速功能，可大幅延长其使用寿命啊！风扇预作设定甚至整合于 FN 加 F5， 方便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风速，一共有三段可以调整哦。三段风扇，这风力真的有这么强吗？这整个风扇段数的变化，加上整个搭配的运用，我觉得就是。Skirt, you know, skirt。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你很普通，但看完你的表现，实在是太让我惊叹了。游戏界都知道，玩电玩最重要的是1i72画面、3音响，最后再加上外形。有了这些，我肯定给过。首先看它的外形，每个角落、每个线条设计起来堪称完美。再来，它震撼的音效，让你在玩游戏、看电影的时候就有如剧院般的享受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不管你要工作、要休闲，甚至偶尔热血打打笔电啊，这台都算是万中选一的选择，你绝对不能错过它。今天的评鉴就到此为止哦。如果观众朋友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把你的意见留言在底下告诉我们。有喜欢什么样的商品，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评鉴。你给我打个比巴啊，给你 freestyle 一段，哎。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你看这个点，然后有大有黑，你看这个键盘有红有亮，你们来这里打电动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。你们来这里打电动，就像我帮你们介绍电脑一样的开心。哎，哎，还有这个影效很厉害，真的真的很厉害，就像在家里看电影，哎，就跟我。Freestyle 一样厉害，真的随便讲都有感觉，哎哎哎哎哎。